刚才成绩是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跟我们接下来所学的成果来做一个比较，所以接下来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要比刚才更重要十倍跟百倍。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有一次老师在传授技术的时候讲到一半，突然有位你们的学姐夺门而出，干嘛？她忍不住快爆开了，所以她跑去上洗手间，上完洗手间跑回来已经听不明白我在说什么，白坐一个钟头。我担心各位同学等一下发生类似的问题就太冤枉了，所以我决定在进入技术的操作之前给各位一点点时间做好准备。哎，还没讲啊，别着急啊，今天有属猴的啊。好，以我不标准的时间为主，现在是8:05，给各位十秒钟的10秒钟，好像太狠了哦，来不及拉拉链呢，我讲错了，给各位10分钟的时间做好准备，10分钟之后我们进入技术的操作，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好，各位同学，我这里插播1分钟广告，在我们出门的左边呢，正式开始，请伸出你的双手，以热烈掌声再次请出我们谢华谢老师。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所以为了让各位学得更好，我们刚才让各位下课休息一下啊。那么当然啦，不知道各位到底准备好了没有，怕你们刚才休息没有准备好，万一没学好出去在外面会破坏我的名节，我的贞节牌坊一向保护得很好，所以无论如何都不可以让你们失败，无论如何都让你们成功才可以离开这里啊。那么当然啦啊，我呢为了让各位呢成功，所以我呢设计了一个小小的测验，测验你们的反应，看你们到底准备好了没有，所以你们反应要快点啊、哦！你想成功的举手，请放下，再快一点会更好啊！你要全力以赴先举手，请放下，等一下你要考满分的请举手，请放下，老师很帅的请举手，这是你们自愿的啊、哦，一点都没强迫你们嘞。哎，你们还那一副无辜的笑啊，其实是我比较委屈啊，为什么？因为你们的学长学姐到了这个阶段那个表情都很凝重，就像你刚才表情一样，我都以为他来参加我的告别式，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的表情那么凝重，结果你们的学长跟我说，老师我好怕等一下学不会学不好怎么办，原来是有压力啊。所以你会发现越是有压力就怎么样越学不好，我不能让各位学得更好，哎，我都得牺牲我的色相让各位轻松一下，所以其实是我比较委屈的，因为老师的个性是非常内向跟害羞的，真的刚才要做这种让人突破啊，太为难我了，但是为了让各位学得更好我只好牺牲了啊。不过看各位同学那么诚恳的举手，我相信你们一定准备好了，既然准备好就符合进入这个技术的操作啊。那么在进入技术操作之前，我好奇的想问一下，想了解一下，你刚才看到我们的学长，你觉得他刚才做那个练习，你觉得他很神奇的请举手。哦，这么多啊，请放下。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啊，这真的不是新鲜事了，为什么？因为这一项技术我们在台湾都教了13年了，现在在台湾没有人不认识这个技术，而且学习这个课程现在已经是继英语学习电脑学习之后必修的课程，也就是人人都必须要学习的。想想看，你要学的内容这么多，如果你没有一个正确的学习方法，你可能要浪费很多的时间，浪费很多的什么金钱，所以现在在台湾学这个课程是很平常的，甚至于现在连台湾的一些大学里头都有这样复修选修的课程，让学生去选择来学习。当然在我们中国大陆，因为接受这个资讯稍微晚了一点，所以很多人都不认识它，甚至有一些人他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待它。曾经有人下了课跟我分享，那是我怀疑那个人有特异功能，你在哪里挖掘他的，他想到那里去了耶。好，所以各位绝对不是有特异功能，这是我们大脑原本有的能力，只不过你早就怎么样放弃了，今天要重新开启大脑的本能，你只要按照我的步骤来操作，就符合操作这颗大脑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能力。既然跟大脑有关系，很快的来跟各位介绍我们的大脑。那么当然老师要特别的强调，如果要让在座的同学完完全全了解我们的大脑，说真的3天3夜我也说不完，
所以在这里所提供的是等一下要操作这个技术首先具备的观念，所以你不需要死记硬背，了解是最重要的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大脑分左脑跟右脑，那么呢，很快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左脑跟右脑。左脑所负责是我们的逻辑思考、判断、理解、归纳、运算，也就是说我们的左脑会将大量的资料透过你个人逻辑思考的习惯与特性处理完了以后，会产生出一个解答，而这个解答会因为时间的关系很快就淡忘了。为什么呢？因为科学家证明左脑并没有担任记忆的功能，左脑没有担任记忆的功能，却负责我们非常重要的语言、文字跟数字。也因为左脑它负责我们的语言、文字跟数字，所以我们在学习记忆的过程当中，我们很习惯的在左脑条列式的死记硬背。所以你会发现你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学习，却没有得到学习的成效，甚至于让我们对学习产生失望，这个是左脑。接下来跟各位介绍我们的右脑。右脑所负责的是我们的图空间、图像、灵感、直觉、融会贯通、音乐、旋律、感觉跟运动。科学家证明右脑具有强大的记忆功能，也证明右脑的记忆容量是左脑的1000万倍。也就是左脑的记忆容量如果是10，右脑就是1000万乘以10，它是左脑的1000万倍。而科学家也证明右脑处理资讯的能力是左脑的10万倍。所以当今全世界掀起一股开发右脑的热潮，当然今天晚上也不例外，我们就是来训练在座的如何来运用我们的右脑来帮助我们学习跟帮助我们记忆。该怎么做呢？我们来看看。首先投影片上面的资料，我想在座应该不陌生啊，那是刚刚才考过的啦啊，但是我相信你们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为什么？因为你刚才都用传统条列式的死记硬背在记这笔资料，当然忘得特别快。那么什么是传统条列式的死记硬背？我来讲解说明，你会更明白。刚才老师在出题目的时候，当我在念一至十中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同学就很习惯在内心里头重复这一个文字资料，有没有？一日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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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当我说二是蔬菜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要先重复一日之中，赶快接二是蔬菜，这两个就变成好朋友，有没有？一日之中，二是蔬菜，一日之中，二是蔬菜，一日之中，二是蔬菜，有没有？两个一直循环啊。啊，当我说三次变化的时候，你不可以像我那么轻松直接记三次变化，你要怎么办？先重复前面的，有没有？一日之中，二是蔬菜，赶快接三次电话，这三个又变成好朋友，又开始轮流了。有一次我到一家公司团体帮他们做培训，他们来了300-400人参加这堂课，我念到了这里哦，我都以为我来到了寺庙。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附送声音太大声了，听起来好像在念经哦。不相信我念给你听，你看有多像。一直说在这个电话，一直说在这个电话，一直说在这个电话。哎呀，我一听了以后，我就从我的内心有感而发，就说了一句阿弥陀佛。结果你们的学长还问我，老师这句要背吗？看我吓一跳，差点被他考倒了，我还有一点反应不太过来。不过我还是回答他了，我回答他善哉善哉，不用背啊。各位同学，你想想看，为什么你那么积极努力的死记硬背，这个效果这么差？我们来分析一下。好，我们来看啊，当我们要记第四笔资料的时候，首先你要把你的注意力分成四等份，对不对？重复一，重复二，重复三，再来记第四。当你记第四笔资料的时候，你的时间只剩多少？1/4，时间够不够？不够。品质好不好？当然就不好了嘛。那么为什么要分散注意力重复前面的资料？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些资料你要放在哪里，你很怕等一下要用它找不到咯，只好再赶紧的怎么样重复一次。所以你的资料越多是不是压力越大？因为你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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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叠起来的嘛，所以资料越多压力就越大。当老师念到5、6、7的时候，很多同学的眉毛就统一起了变化。怎样变化？越来越靠近。老师你不要再念了，我实在记不住。那两个眉毛都快连起来变成一条眉毛，一副痛苦的表情。
我都在怀疑你到底有没有在呼吸，我很怕你现场就断气耶，我也很紧张哦。不过说的也奇怪，这种痛苦的表情一下就过了。为什么？因为当老师念到十、十一、十二的时候，很多同学就开始微笑了。为什么笑？因为断掉了，接不起来，全部不见了，不晓得怎么办，只好笑啦。只剩下时钟跟蔬菜仍然是你的好朋友，其他都不是。所以你只会写这两题，我看很多人只写这两题就没写了耶。啊，还好，什么还好？还好只考十五题。为什么这么讲？如果我刚才一开始就告诉各位，我们来考五十题，你的左脑会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帮你逻辑思考分析判断，然后告诉你什么？算了吧。如果你的外号叫小明，你的大脑会告诉你，小明你算了吧，你这一辈子都没对过十题耶，老师要考你五十题你怎么可能办得到？这时候你就瞬间进入什么瘫痪状态，一副还没开始就打算放弃的那一种。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同学会利用一个这么宝贵的休息时间来参加老师的培训，我相信这里应该也有那种痛苦已久的人啊。今天既然来了，我就不会让你再痛苦下去，今天要带各位同学脱离苦海，老师今晚又功德一件。到底怎么样脱离苦海呢？我们来看看。非常高兴今天有这样的机会跟各位同学来分享这项全世界最新的科学技术，超脑力从事大脑开发训练的时间已经堂堂的迈入第13年了。我们在这个领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专业，我敢跟你担保，你在全中国大陆找不到到这个技术教13年的。我们在台湾是这个领域的第一把交椅，就是因为教的最好才被请到中国大陆来传授这项科学技术。也非常高兴的，由于超脑力的课程效果非常的显著，所以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由上海教育局协助超脑力以这个课程为主题成立了一所上海超脑力进修学校。所以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技术的效果，我们也没有办法得到这样的肯定。那么更高兴的是，超脑力呢得到中国大陆所颁给超脑力的版权著作证书，所以我们的课程是受到智慧财产权的保护。那么呢，当然课程是非常专业的，我们共分为疯狂记忆、高效学习以及超越巅峰等等，提供给不同需求人来学习。今天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跟各位来分享疯狂记忆的一部分。你不要小看这一小部分，我今天只要把这个记忆的锁链法交给各位，我就有办法让你在现场直接提升记忆力2到20倍。哎，不是我随便的讲，哎，等一下教完了我要再考你一次哦，有没有进步马上就知道。但是我一定要提醒你啊，绝对不会再考你的好朋友啦，就是时钟跟蔬菜啊，你不要偷背刚才的题目呢，那个是浪费力气啊，知道啊。那么什么是记忆的锁链法？顾名思义，就是在记忆的时候使用跟铁链一样的原理。什么是铁链？就是我们的公司、工厂、学校门口拉了一个链条，不让外人跑进来的铁链。我先来讲解一下这个铁链有什么特性，我们再来教各位如何来运用这样的原理，轻轻松松的记大量的资料。首先，这个铁链非常有弹性，你想要长一点就往后面接，你想要短一点就打开中间的一个铁环，就能够整段的取下来，是不是很有弹性？不像绳子这种工具，这个绳子你要它短一点只能够把它剪断，对不对？你要长一点呢怎么办？打一个结接另外一段，当你打一个结接另外一段的时候，就改变这个绳子的形状了哈。但是铁链没有这个问题，你将来要长一点再长一点，短一点再短一点，都不会改变这个铁链的形状，非常有弹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我们把第一个铁环举起来的时候，第二个铁环会跟着第一个铁环被举上来，因为二扣住一。当第二个跟着第一个被举上来的时候，第三个会跟着第二个被举上来，因为三扣住二，以此类推。当我们把最后一个铁环举起来的时候，倒数第二个铁环会跟着最后一个铁环被举上来，因为它扣住最后一个。当然不是头跟尾可以哦，而是举起中间的任何一个铁环都能够将整串的铁链举起来。为什么？因为它环环相扣。对了，
那么这个环环相扣跟记忆到底有什么关系？我接下来讲，你会更明白。我们把每一个铁环想象成一笔资料，所以第一个铁环就是第一笔资料，那么第二个铁环就是第二笔资料了。当我们要记忆第二笔资料的时候，你只需要集中你的注意力，把二跟一直接扣在一起就可以了。这个时候，你可能还看不到它好用的地方，没关系，我继续讲，你会更明白。当你要记忆第三笔资料的时候，同样的集中你的注意力，把三跟二直接扣在一起就可以了，不需要再浪费时间去重复前面的资料。哎，这个跟我们传统的死记硬背是不是截然不同？我们传统的死记硬背是不是当你要记第三的时候要怎么办？要把注意力分成三等分，对不对？你要重复一重复二再来记第三，当你记第三个资料的时候只剩下三分之一的时间而已，所以当然这个资料的品质就不好了。好，但是锁链法没有这个问题，我再说一次，仔细的听。当你要记第四笔资料的时候，同样的集中注意力，把四跟三直接扣在一起，不需要浪费时间去重复前面的。所以不管你要记多少的资料，你只做一件事，就是把新的资料跟最后那个资料直接扣在一起，这样就可以了。那么你可能问我说，老师，这样就记得住吗？当然记得住了，因为你找到四就能够找到三，这两个扣在一起啊。找到三，我们一定可以找到二。为什么？因为我们上一次才把三跟二扣在一起，所以我们可以借由一笔资料找寻一笔资料，再找寻一笔资料，把所有的资料通通都找回来，因为它环环相扣。我们再借由投影片的说明，让各位做更深入的讲解。这里的图示说明跟我在白板上所说的是一样的啊。我们把每一个铁环想象成一笔资料，所以时钟扣住蔬菜，蔬菜扣住电话，电话扣住保健。当我们找到时钟，就能够找到蔬菜，因为这两个扣在一起；找到蔬菜，就可以找到电话啊，因为电话跟蔬菜也扣在一起。所以我们可以借由一个资料找到一个资料，再找到一个资料，把所有的都找回来，跟我在白板上所说的是一样的。我们来看下一个重点，锁链法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先讲第一个，环扣处的清晰与记忆的牢固度有关，意思就是资料跟资料在相组合的时候，你处理的越清楚，你的记忆的品质就越好。那么什么叫做处理的越清楚呢？会在等一下各位现场操作练习的时候，老师再来加强说明，你的印象会更深刻，会学得更好。所以我先保留这个重点，等一下来跟各位做补充。我们来看下一个重点，每一笔资料只需记住后一笔资料即可，不需要负担第三笔以后的资料压力。也就是说，时钟只需要记住跟它扣在一起，既然它后面的是蔬菜这个资料就可以了。蔬菜的后面是什么？跟时钟没关系，所以它不用去负担后面的压力。是不是有个箭头打叉叉？好，那么时钟这笔资料就轻松许多了啊。蔬菜也是一样的，它只需要记住跟它扣在一起，既然它后面的是电话就可以了。电话后面是什么？跟它没有关系，它也很轻松。不像我们传统的死记硬背，当我们要记第四的时候，第四笔资料要负担上面三个的压力，因为它是一个一个一个叠起来的。所以传统的方法是资料越多压力就越大，而锁链法就没有这个问题。我们来看操作的步骤。在投影片上面，各位的左手边，我们假设又有这十五笔资料要来做记忆的练习。假设我们要来记忆苹果这笔资料，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所看到的资料内容，都是由我们的左脑先负责什么接收，因为左脑负责什么语言、文字跟数字，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所看到的资料都是由我们的左脑先负责接收。当左脑接收到苹果这一笔资料的时候，左脑会告诉我们苹果是水果的一种，大小大概是如何，有绿色的，有红色的，现在市面上卖苹果一斤多少钱，这个都是左脑的功能。对左脑而言很轻松很容易，一点负担压力都没有。那么左脑会告诉我们这个资料代表什么含义，可是左脑它不负责记苹果这两个中文字。所以你会发现你看得懂的资料很多，可是当你要用它的时候，你往往都怎么样，找不着了，就是这个原因。我们既然已经知道左脑没有担任记忆的功能，就不要强迫左脑去做它做不到的事。所以我们要将资料从左脑转到哪里？
右脑来，因为科学家证明右脑具有强大的记忆功能。我们将资料从左脑转到右脑的时候，我们要来选择输入的材料。刚才我有提到记忆的四个材料当中，哪一个材料在记忆的时候速度最快最容易？图像，对不对？其次声音。我先讲解声音。各位应该有这样的经验，当你想要增进语言能力的时候，你可能会选择去买一些语言学习带，听着听着就怎么样进步了，因为那个是什么？声音嘛，对吧？所以科学家早就证明声音有助于我们的学习跟我们的记忆。但是你必须要了解声音是谁负责的，左脑还是右脑？随便猜一个。左脑。右脑负责的。我刚才有说到右脑负责音乐跟旋律，有没有？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方法将资料吸收消化进来，还是谁帮的忙？右脑帮的忙。但是科学家又再度的公布，我们的大脑处理图像的能力比处理声音的能力更强，速度更快，记得更清楚，记得更牢，记得更久。所以我想问一下各位，我们将资料从左脑转到右脑的时候，你会选择什么材料来输入对我们最有帮助？图像，对不对？它是最快的。所以仔细的听，你只要将你要记忆的文字产生应对的图像，就代表你正在用哪里？右脑嘛，因为图像是右脑负责的。我刚才第一句话就说右脑负责空间跟图像啊。我们来看操作的步骤。假设我们刚才在左脑接收到苹果这笔资料，哎，你不要再像以前一样又开始死记硬背了呢，在那边一只苹果，一只苹果，一只苹果，一只苹果。等一下隔壁的同学不小心着凉感冒打个喷嚏，哈啾，把你吓一跳，结果你的苹果就怎样？就不见了。不要说苹果会不见了，我认为芒果也会不见，哈，全部都会不见啊。所以你就不要再死记硬背了哈，你呢就在脑海里头产生你要记忆文字所应对的图像，就是你有一个苹果的图像，像这个投影片一样有一个苹果的图像。当你的大脑有这个苹果的图像，表示你正在用哪里？右脑。如果你像以前一样还在那边一只苹果一只苹果一只苹果，请问你正在用哪里？左脑嘛。因为文字跟数字是谁负责的？左脑负责的。而科学家证明左脑并没有担任记忆的功能，所以在左脑重复10次20次都没有右脑一次来的有用，所以就不要再强迫左脑了，这样会分左右脑了啊。我们来看下一个题目，第二个是金枪鱼锁链法，就是把二跟一怎么样扣在一起，所以我们集中注意力让金枪鱼穿过苹果卡在中间。刚才我有提到环扣处的清晰与记忆的牢固度有关，意思就是资料跟资料在相组合的时候，你可以发挥右脑的想象力跟创造力，以一种不可思议反逻辑夸张夸大的方式来做资料的组合。就像这个投影片的说明一样，这个金枪鱼应该比苹果大30几倍40几倍呢，怎么现在跟苹果一样大，还穿过苹果卡在中间？有没有？我们以这一种夸张夸大反逻辑的方式来做这样的组合，你的大脑印象会很深刻，想忘都很困难。有一次我讲到这，你们一个50几岁的学长举手，他说老师你这个太牵强了，一点都不合乎逻辑，有没有？我想问一下在座的，我们要的是合乎逻辑还是要的是记得住？记得住。对，记得住。反而你越反逻辑越夸张越夸大，你的大脑印象还越深刻哦。不相信我随便举个例子，这里是深圳啊，我每次上课到哪里都会问的问题哦，这是深圳啊，请问深圳哪里的商圈人潮最多？华强北。去过华强北的请举手。哦，哎呦，这么多人去过，那肯定人多了啊。各位，我想问一下哈，那个华强北是不是人超多的，人来人往，谁都看不清楚谁？只有那个头黑黑的在那边晃啊晃啊，那么多人。我想问一下哈，如果那么多人当中突然之间其中有一个人全身光溜溜的没穿衣服站在那里，你会不会一眼就看到他？会啊，你会看仔细一点，那是不是我认识的人？有没有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大脑的特性就是把注意力摆在哪里很夸张很夸大很反逻辑的地方。所以等一下你在使用这个方法练习的时候，你越夸张越夸大，你的大脑怎么样还印象越深刻，想忘都很困难。这就是我刚才说要补充给各位的，现在补充给各位。我们来看下一个题目，第三个是衣架锁链法，就是把3跟2怎么样
扣在一起，所以我们集中注意力把衣架挂在金枪鱼的尾巴上。但是我想问一下各位啊，请问一下，衣架跟苹果有没有关系？没有，没有。所以你千万不要再浪费时间去重复第一个，懂不懂？不要管它了啊，讲清楚吧。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题目，第四个是小鸟。锁链法就是把四跟三扣在一起，所以我们集中注意力让小鸟站在衣架上。那么我想问一下各位，小鸟跟金枪鱼跟苹果有没有关系？没有。所以你就不要再浪费时间去重复前面的资料，以此类推。那么同学，我因为问我的问题是，老师你说的真的太轻松了，这样真的可以记得住吗？我说不相信，大伙来试试看。请掉，请问你第一个是什么？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还有更厉害的，看看你的反应啊！衣架的前面是什么？金枪鱼哈。衣架的后面是什么？第一个？苹果。第四个？太厉害了，怎么考都考不到。当然有少部分的同学心里头是这么想的，老师记得住是因为才四个而已嘛，当然记得住啦。哎，我告诉各位啊，记得住不是因为资料少的关系，不相信我来讲解你会更明白。我们大家来回忆一下，当我问你衣架的前面，你可以告诉我金枪鱼，是因为你找到了衣架就可以找到前面的金枪鱼，因为这两个扣在一起，对吧？我问你衣架的后面，你可以告诉我小鸟，是因为你找到了衣架就可以找到后面的小鸟啊，因为这两个也扣在一起啊。这就是锁链法的特性，可以借由一笔资料找到后面的，或者是由这一笔资料找到前面的，找到前面就可以找到更前面，可以把所有的资料通通都找回来，因为它环环相扣。当然今天老师大老远来到这，我怎么可能只让各位练习这四个而已，那我就在对不起你了。接下来从第五个开始，我用念的，你用记的，不可以动笔，只可以动头，准备了啊。第五个，望远镜。等一下不要急着死记硬背，我再说一次过程。当你进入到望远镜这一笔资料的时候，你就在脑海里产生望远镜的图像。当你有这个图像的时候，表示你正在用哪里啊？用脑法，就是把望远镜跟刚才前面那个什么，这两个扣在一起就好了哈。你不要再浪费时间去重复前面的，懂不懂？不要管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都不管它了，讲清楚吧。那么我想问一下，望远镜跟小鸟扣在一起，如果交给你扣组合，你会怎么组合？小鸟来望远镜，看很远的地方，这个不错。啊，已经很不错了啊！不过我来提供个夸大点给你们做参考。你可以想象，你拿望远镜的一个镜头，一个就好了，不要两个，两个就太残忍了啊！你拿一个塞在小鸟的嘴巴里头，因为那个镜头很大，小鸟的嘴巴很小，如果要塞得进去，要把它的嘴巴撑很开，撑到嘴巴都滴开流血了，你还在塞进去一半。如果你有虐待狂的同学，用第二个还挺好记的哈。两个选一个，记好的请点头。怎么你们的点头跟脉搏一样的薄弱，都看不出你有没有在呼吸？你也稍微点大一点，记好的请点头。哎，终于有反应了哈。那么在记下一笔资料之前，要跟各位讲一件重要的事情。科学家研究人脑发现，我们的大脑在记忆第六笔资料的时候，第一笔资料开始产生模糊。我们的大脑在记第七笔资料的时候，第二个资料又开始产生模糊。模糊不代表忘记，只是资料越来越不清晰了。但是这个不清晰会因为时间更长，资料更多，就不太容易找到前面的资料。所以你必须在大脑资料还没有模糊之前，就先去怎么样加强它。也就是说，你在输入第六以前，你要先从一到五怎么样复习一遍。这个复习一遍只是把你刚才输入的图像再看一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可以改变图像的输入方法。例如刚才我让金枪鱼穿过苹果，你不要在复习的时候变成金枪鱼吃苹果，只因为你的肚子饿。哎，不管你饿不饿都不可以改变啊，一改变就不是复习了，对不对？就变成重新记忆了，就没有达到加强的效果，所以你不可以改变啊。那么呢，
我们在复习的时候这个时间很短，因为每一个资料耽误不了你一秒钟的时间，你很快就检查完了。当你在检查的时候资料还在，就表示你的记忆手续已经完成，你就不用再负担这五个的压力，你就很轻松的从六七八九十开始记。当你要记第十一的时候还要再做一件事，什么事？复习。从哪边复习？从第六开始，六七八九十啊。所以你以后在记资料的时候要记得哦，要每五笔复习一次，每五笔复习一次，依此类推。那么刚才已经帮各位复习过了，就不要再复习了，再复习就侮辱各位的大脑。我们刚才除了夸张夸大以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我们加深记资料的印象？接下来我来跟各位加强一下，你要仔细的听着啊。那么刚才我们说了啊，夸张夸大可以让我们的印象更深刻，还有哪一些方法呢？来跟各位补充一下。第一个呢是视觉、听觉，那是也团体啊，味觉。嗅觉、触觉，还有运动等等，都可以来帮我们加深我们的印象。一来跟各位说明一下啊，视觉就是你一定要把你要记的资料想怎么样产生一个应对的图像，这就是视觉，这表示你正在用哪里用呢，对吧？听觉呢？什么是听觉？例如说刚才老师讲的小鸟，当我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呢，哎，你可不可以感觉到鸟叫声？如果你有感觉到鸟叫声，感觉到自己听到鸟叫声，那么就表示这笔资料又加深什么？你的印象了。这个是听觉。那么味觉呢？哎，你当我讲到苹果的时候，那你有没有感觉到吃苹果的味道？如果有的话，这一笔资料又怎么样？加深你的印象，这是味觉。嗅觉闻起来有没有？我讲到金枪鱼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那个鱼腥味恶臭？有没有？哎，那鱼腥味非常的重，让你受不了了。如果有的话，这一笔资料又加深你的印象啊。触觉，哎，摸起来的感觉有没有？触觉，它是什么呢？如果我刚才讲到衣架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那个衣架打在你的手上或打在你的大腿上很痛的感觉？如果有的话，这一笔资料又加深你的印象了啊。那么呢，运动，什么是运动呢？就是动作。你的资料跟资料在结合的时候，你可能加上一些动作啊。例如呢，也许你在练习的时候，你可能会练习金枪鱼在吃苹果，这个就是什么？这是一个动作，对吧？那么当你在使用动作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你要定格一张图像作为你未来复习的依据啊，定格。你不可以让金枪鱼把苹果给吃完了，结果苹果看不到，哎，这样是不行的，懂不懂？所以当你在记忆资料的时候，加深你用这个运动啊来加深你的印象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哦，要定格一张图像作为你未来复习的依据。那么呢，我们在记资料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加上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跟运动？当然，不是你在记每一笔资料都要加上这么多，不用。你只要你的资料有产生图像，再加上其中一种，都能够让你的印象怎么样更深刻。那么如果说你没有加上听觉、味觉、嗅觉、触觉、运动也没有关系，只要你的资料有产生应对的图像，那么就正代表你在用哪里。右脑，这样也可以，懂不懂啊？那么呢，这个可以让各位怎么样，在记资料的时候印象更深刻。除此之外呢，在我们新手上路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也可能是你刚刚所发生的，在这边也跟各位补充。第一个，可能现在要你产生图像，你的反应怎么样？比较慢，这是很正常的。由于是我们的成年人啊，因为我们已经惯用左脑了，所以现在要你产生图像，你的反应可能比较慢，这是正常。就算你现在产生的图像，那么可能这个图像也比较模糊的，但是会经过我们一次一次的使用，你的图像就越来越清晰。当然，清晰一定比模糊来的怎么样，印象深刻啊。那么有可能呢，现在你的图像是怎么样，黑白的，那也很正常。经过你一次一次的使用，你的图像
可能会怎么样，色彩出现，那么有色彩一定比黑白来怎么样印象深刻啊，这也是我们必经的过程，有没有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哎，各位呢在第一次使用这个方法的时候，由于我们资料跟资料在输入的时候经验可能不太多，所以你在组合的时候可能会多一点时间怎么样去思考，我到底是放上面好下面好左边好右边好，是进去还是戳进去，有没有，所以你输入的时间就比较长，这也是很正常的啊。那么呢，以上这一些情况都是我们新手上路比较会遇到的问题，如果你有以上这些问题，你不用太在意，都会在你一次一次的使用这个方法又怎么样，速度就越来越快，资料就越来越清晰。好，这是补充给各位的。接下来与生俱来的超级大脑，去探索更多宽广的世界。